飛機最主要的工程就是換曬五個起落架，我哋需要的時間大概是五天到啦。星期四的黃昏就交翻俾我哋客户，如果一切的測試順利的話。这是赤鱲角机场岛最西面的飞机维修区，需要大修和进行定期检查的飞机都会由停机坪拖过来这里。这里是我们维修机库，主要来讲就是做一些飞机大型的维修的，就这个机库都可以摆到三架的港体客机，是摆到747，就面积是大约有20000平方米，咁啊，差唔多接近三個足球場咁大，高度咧都有成係10層樓咁高噶。William 做咗飛機維修30年，佢由前線嘅技工、工程師一路做到管理階層，對飛機維修嘅一切佢都好熟悉。背後你見到嗰啲橋啦，咁就係因應嗰個飛機個維修嘅需求啦，橋係可以上下喐啦，同埋係左右行埋啦。咁就因為我哋維修唔同種類嘅飛機。所以咧，嗰啲橋嚟講咧係有一彈性啲啦。為咗可以令唔同大細嘅飛機都可以進入，機庫就設計到中間一條支柱都冇。咁巨大嘅機庫，佢嘅重量係點支撐嘅呢？因為赤鱲角呢個地區咧係填海填翻嚟噶，咁所以地下咧係每一年都會有唔多唔少嘅程度嘅沉降。所以個機庫嗰個重量咧，係喺我哋後邊嗰個樓宇嘅結構上面咧，係擔曬嘅力度啦。咁所以成個機庫嘅重量咧，係唔會落喺地面度嘅。整個維修機庫其實就係靠頂部呢幾支巨大嘅吊臂吊住，咁樣無論地下沉降咗幾多，機庫嘅結構都唔會受到影響。我依架飛機依家入到嚟呢度咧，係做一個檢查。通常做呢個檢查就話我哋有五個步驟啦。咁就係第一就係話我哋要拆下啲蓋板啦。第二就係話做清潔。第三就係我哋做個檢查。檢查完嘅時間就係揾到有啲咩嘢係可能係會有鏽蝕啊，或者零件要更換嘅時間咧，咁我哋要更換零件啊，同埋或者係做修補啦。咁做完呢四個步驟之後咧，咁當然就係還原啦。依家嚟到呢個咧係一個駕駛室嚟嘅。咁你會睇到後邊嗰度好多啲咁嘅拖船嘅牌，咁呢啲咧最全部都係關於啲安全嘅嘢。呢啲牌咧最主要就係將嗰個電力系統咧中斷咗，咁所以咧我哋掛啲牌喺樹咧係特登係，因為底下有啲員工喺度工作緊嘅時間咧，如果喐就會發生危險嘅。要同咁大嘅飛機做手術，少不免要動用重型工具。爬上機頂喺半空中工作，亦都係家常便飯。一出入行嘅時間咧，咁就係最主要領班第一句訓示就係話：記住啊，冇嘢做手都唔好插喺袋啊！你唔係冇嘢做啊嘛，咁樣你有嘢做仲衰添。你話俾人聽，你唔使做，插咗都唔使做。同埋最緊要安全，因為廠房裏面有太多嘅工具啊，或者係器材啦，咁好容易發生意外。咁又插咗手喺袋嘅時間咧，有咩碰到啊、棘到嘅時間咧，就會好危險。呢個廠房除咗係做大型維修之外啦，咁飛機仲要進行噴漆嘅。咁就因為噴油嘅時間，啲係噴油嗰啲 miss 咧，嗰啲油屎會周圍飛啦。咁啊，為咗員工嘅安全咧，所以就係我哋將個 curtain 放落嚟咧，係分隔開兩個機庫，係等另外一邊咧係連油味都聞唔到嘅會。要同飛機上個靚裝，工作人員第一個步驟就係將舊嘅一層油磨走。點解要噴油呢？因為由飛機飛耐咗之後咧，佢咧就啲油漆已經耐咗啦，或者老化啦。咁咧就冇一即係減少咗個防鏽嘅作用啦。咁我哋將個油漆咧再重新再做起，做翻曬佢咧，
保護翻佢嘅梯片啦，可以有一個防鏽嘅作用啦。噴油有嚴格嘅規定，顏色、濃度同埋黏度都要依足油漆公司同航空公司嘅指示。油漆嘅厚薄对飞机嚟讲都好重要嘅，只要多一层油，咁大嘅飞机计起上嚟就会重多几百磅，唔单止会飞慢咗，仲会影响载重量。啊，而家我度紧嘅油漆嘅厚度，吓咁咧，飞机嘅规格咧，佢喷完一次油咧，要有个规格咧，唔可以超过佢嘅厚度嘅，大约咧就120个 micron， 三张纸嘅厚度啦。进入机库就期更换起落架，即是机脚的747客机，经过工程人员轮班赶工超过36小时后，五只旧的机脚已经顺利逐只拆除。李广恒是这次工程的主管，他负责工程的进度，要在这五日内换好全部五只机脚，准时出厂。其实飞机的起落架的个结构都不是十分复杂的，最主要就是有个压缩筒、有轮胎、有刹制系统。平时来讲最大的损耗就是个轮胎和刹制系统，压缩筒来讲它的损耗平时就不会太多的，但是它自己有个生命大概就是5至7年。我哋而家做呢個工程咧，就係換呢個成個叫做壓縮系統。呢個壓縮系統最主要嘅作用係做乜嘢呢？就係當一架飛機當佢降落嘅時間，佢咧就會壓縮，咁啊將架飛機嘅力度就移咗去第二個位，咁咧就等架飛機可以安全咁著陸。拆咗舊腳之後，工程人員下一步要做嘅就係將新嘅壓縮筒同舊嘅比例以及輪胎裝嵌成新嘅機腳。再装翻上飞机底部。喺机库后面就系唔同工种嘅支援工场，呢度可以话系机库嘅后台。飞机上面好多损坏咗嘅部件都会拎入嚟呢度修复。因為咧，佢呢個位咧，佢俾啲沙石打到啊，咁打到之後就凹咗，咁凹咗之後，我哋一定做翻個修理。如果唔係咧，佢個凹咗個位咧，就嗰個擴張得好快，就好容易爛，成件 band 都爛曬噶。我哋打開咗玻璃纖維呢塊面之後咧，就見到個心，個心咧就好似黃蜂巢咁樣嘅形狀嘅。咁黃蜂巢就好輕嘅物料嚟嘅。飞机虽然叫做铁鸟，其实有好多地方是用轻身的纤维和物料合成，降落跑道时弹起的沙石会打凹这些部分。修补外壳是这里经常的工作，不过一架飞机这么大，还有多少东西会在这里整呢？客舱你通常见到的地方我们都会做，飞机地板通常会采用一个黄蜂巢的板，它有个好处就是轻，輕得嚟咧，佢仲可以承受好大嘅重量嘅。咁呢張地氈就喺凳與凳中間嗰度。咁呢件地氈咧，通常咧會換得密啲。點解呢？就因為咧太多人行啦，咁啊污糟啊情況又大好多啦。所以咧呢個情況咧，一定會換得密啲。飛機凳咧，我哋會好多 cable 啦，即係鋼索啊、電嘅料喺入邊啦。好多彈簧啊，咁係好複雜嘅，入邊個設計啊、力學個設計好複雜嘅。就連客艙嘅窗框、伙食櫃，甚至廁所嘅馬桶，裂咗都有得補。下次搭飛機嘅時候要多啲留意啦。
新的机脚已经逐只装紧上飞机，不过时间比预期的慢了半日。咁因为呢几个起落架大家都睇到啦，个 size 都比较大件嘅，所以我哋进行呢个工程咧，当然有一定嘅困难度。当我哋装新着陆架嗰阵时候咧，我哋发觉机身连接着陆架嗰度咧有少许个毛病，所以咧我哋会做一个额外嘅抢修。距离交机的时间仲有两日，工程人员要加把劲啦。等咗好耐啦，我哋真制落去摸一摸架飞机系点样，好唔好啊？你要洗手啊！即系个引擎咁样拆开晒俾你睇到啊！即系虽然可能有时好多地方系可以好近距离睇得到，但系唔可以掂咯。咁今次最主要掂到摸得到成架飞机啊！同埋你唔会可以企喺个引擎下面咁样摸到个引擎咯，系咯，可以好清楚咁样了解到架飞机，然之后再去打飞机，觉得有信心啲啦。呢架泊咗喺机库外面嘅747飞机，正系准备进行紧急救生滑梯嘅弹出操作测试。呢样亦都系飞机维修服务嘅工作之一。基本上咧，佢大约 around 有3000个 psi， 3000磅嘅力咧系射出嚟嘅。所以我哋喺机身度咧就摆啲保护垫喺度。根据747-400嘅维修手册咧，应该系正确咧就喺10秒之内咧就一定要弹得出嚟噶啦。好，嚟啦。不用10秒，测试合格。不过要将咁大架充气滑梯收翻好，都唔系容易嘅事啊！我哋公司维修工作除咗厂房做大修之外咧，最主要喺外层咧，我哋一样系有啲系过境检查。咁啊，其实嗰个工作程序咧，系有阵时系。比在廠裏面做的事仲更加嚴謹嘅要，因為過境檢查時間，我哋要睇下即係個飛機狀況，佢飛行途中啊有冇啊損壞啊。嗰下點樣曬佢啊？係嗰邊啊，唔知有嘢。哦，俾你有事啊。當飛機一著陸，工程師就會立即走上前進行過境檢查。我哋係會係圍咗飛機係行一周嚟做嗰個檢查啦。最主要就是看看有冇啲係啊燃油啊或者液壓油的滲漏。如果冇啲特別嘢嘅話咧，咁就跟住咧係睇個轆啊同埋壁啦。咁轆嚟講咧，如果我見啲坑紋冇曬嘅話咧，咁個轆啊要換噶啦，坑紋冇曬，咁依個轆應該係 OK 啦，可以飛啦咁樣。不過呢邊呢架飛機就被發現機轆破裂，要即刻進行更換。因為過境檢查最短的都是一個鐘頭3個字到啦，第一我哋係唔能夠延咗係上客的時間啦。如果一發現有毛病的話咧，我第一時間當然係要即時要解決咗佢或者做好啲啦。其實所有工程師同埋 mechanic 咧都係同時間去競賽嘅，係響準時係俾架飛機飛出去嘅。时间已经是夜深了，不过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就是要为这架飞了整个月的飞机洗白白。其实呢洗飞机呢就有些地方呢就是譬如那些避雷啊或者导向仪器啊，有些是不入得水的东西呢，我们是要有东西
封住佢嘅，有啲保護罩啊咁樣冚住佢嘅，咁然後先能夠進行呢個洗機嘅。首先濕咗個飛機啦，咁然後咧又用指定嘅簡油啦去洗佢啦、洗刷啦，洗完刷之後咧就要沖水啦。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洗完一架飛機咧，即係係會係對於個飛行咧係有幫助啦，即係話要慳啲油啊，同埋佢即係飛嘅時候咧係順滑啲啦。通常咧就係我哋日頭都係有洗飛機嘅，但係夜晚咧就多啲，因為洗咗飛機咧係要需時間啦，大概要停留係要六個鐘頭嘅飛機，所以啊夜晚進行洗飛機嘅多啲。左手邊嗰個位我擦高啲，左手邊係高啲。呢一晚，喜欢摄影的工程师刘英和另外两位同事 Dave 和何哥三个人都走到嚟呢度影低洗飞机的场面。I'm happy again。系啊，我哋都叫做志同道合啦。我唔止三个嘅，成team人都好多噶，大部分都好中意影飞机啦。我真系自细中意飞机，所以中意影飞机。我中意摄影啦。在机库这边，五隻新的机脚终于成功装上飞机，现在终于来到工程的重要一步，就是测试机脚。我们应该有两个工程师，一个工程师就是负责在驾驶舱里面，就是控制这个起落架的伸出来或者缩进去，另外我们有一个工程师会实际在起落架的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不妥当的情形。OK 啊，鄧先生，咁啊靚嘅，咁啊我哋準備五隻腳一齊啦。OK， 收到 clear 機一張。期間除了我哋要實際去看依個起落架有冇特別的問題，例如啦，睇下好常見的會唔會漏油，會唔會 有特別的怪的聲音出嚟。同埋咧，當依個起落架縮咗入飛機裏邊咧，咁我哋亦都要睇睇嗰幾道門閂冚咗之後 ，O 唔 OK 啦，所謂。工程人员仲会模拟，万一机脚的液压系统故障，是不是仍然可以靠飞行风力锁定位置？咁除了呢啲之外咧，我哋亦都系要喺个驾驶舱里边睇晒所有灯号，因为佢有一排嘅灯号指示个起落架咧系正常与否。如果两方面都冇问题啦，咁然后呢个工程先至叫做完成嘅。下面睇五隻收晒，换翻晒。都是靚仔嘅。上面 indication 一切正常。三個影相發燒友雖然每日都是對住飛機，但一啲都冇厭倦，仲欣賞到飛機另一面的美感。做了20幾年啦，我覺得拆曬飛機入邊啲嘢咧，就好開心嘅，即係好靚嘅，嗰啲結構好靚嘅。當拆曬所有嘢嗰時，見啲骨咧，你又覺得好驚嚇嘅，即係睇下塊咁薄嘅皮，呢條骨咁掹住，咁油啊飛得上去。直頭咧，我打開眼界，即係覺得哇，咁先進嘅交通工具，我都有機會接觸一下，咁啊，即係自己都有啲飄飄然咁樣噶啦。經過五日五夜、24小時輪班趕工，終於到咗預定交機嘅時間。我哋而家嚟講咧，到埋尾嘅時間噶啦，我哋架飛機已經完成咗99%嘅工作，
咁咧而家咧就将会将个飞机拖翻出厂，咁啊交翻俾我哋嘅客户噶啦。还是狂热奔放，迷失中心里的希望，怀着憧憬带着梦远航，